你们看啊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连夜赶路，快马加鞭，到这里休息一晚上，整顿一下，整顿之后，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，到这里找到陆昭瑶，将他杀死。对，杀死陆昭瑶！杀了陆昭瑶！ 陆昭瑶，是你！陆昭瑶，听说你们要搞事情。陆昭瑶，你竟敢自己送上门来！今天我心情好，来打个赌吧。打什么赌？什么赌？赌什么？我不还手，你们尽管来杀。我死了算我输，我没死算你们输。 输者自绝。自绝？这么嚣张吗？给你们一串糖葫芦的时间。陆昭瑶，休要嚣张！动手算开始啊！